它特色其实就是它有四种不同的模，它可以是正常的 clamshell， 它可以变成 tablet，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这种类似的 stand mold， 你可以去这样子做出来。其实它也可以在，你分开还是？